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，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、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。在这个强者生、弱者亡、智者兴、愚者衰的时代里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。本剧将通过战国时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，向人们形象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。六六三十六，天地之数皆无穷。